那边东北。像青菜的部分都是自己种的，那地瓜也是自己种的，好不好？食农教育，赞赞赞！我是小溪，所以小溪跟小溪之间就是整个生态。那我们就会把那个溪流保持，就是它的溪水的温度的问题。干吗？小时还有个保证，然后土也放好了，可以过了五年之后，然后呢，你挖它不要断掉，你看挖挖挖，哦，地瓜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土还算蛮松的，哦，挖一挖，哎，给它搬一搬，土搬松了，一搬一边搬一边搭，好，两颗，好，哎，挖起来以后呢，你看它这个断掉了，这边也断掉了，哦，这个确定，这个没有，我们的经验，这个没有长地瓜，这条根呢？应该还有，但是地瓜长得不大。它下面还有一个，哇哇哇哇，这个很厉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。还三分钟。还在土里哦，细线都。在土里洗。森林跟梯田到溪流再到海洋，它对海洋的渔业的生产力也会有支持的作用。潘吉，有这种东西是吗？